每一个人都有人格面上的五大人格能力，也就是自由意志、情绪感受、心智能力、情爱与美感能力、欲望跟行动能力。相信听课的你已经听完了珍妮佛有关于五大人格能力在十二个心理区里的方方面面的讲述。那么，事实上呢，在生活里，生活的本质呢，也存在着不同情境跟环境里所呈现出来的生命风景。 而这些生命风景，就是我们一般口语所说的生活缘分。这些生命风景，让我们在生活里的各种人事物的关系里，既是承受的人，也是给出的人。如果问珍妮佛，那到底有哪些不同的生活缘分，始终在我们的生活里一一呈现呢？现在就让珍妮佛为你做一个简单的概说吧。第一个是社会资源的幸运取得跟使用，在你的这一生，作为生命主人的你。 本来就有可以来自生活里的社会资源的幸运取得跟使用，也会有你给出者的身份，让在生活里跟你产生关系的人事物得到你所给出的社会资源。举个例子来说，当你到了七岁的学龄，你就可以享有国家早就为你安排好的初级教育，你不用自己在茫茫人海当中去寻找不同学习科目的老师，你也不用额外花钱设置教室。 这个资源来自于社会，只要你是社会公民的一份子，你就可以轻松享有。这就是社会资源的幸运性，是你在生命旅程里的不同阶段都可以享有的利益。再举例，当你在网络社群里免费听到珍妮博所讲述出来的课件，那也是社会资源的幸运取得哦。而你能够幸运取得，是因为珍妮博愿意做一个知识上大方给予的人。 第二种生命的风景，就是社会体制的强制性的遵守跟参与。在你的这一生当中，作为生命主人的你，就是会有来自生活里的社会体制的强制性遵守跟参与的义务。这是你不能自外在社会体制的运作的一个必然框架跟必然义务。只有服印，并在社会体制的淬炼之下，你的生命个体性才能够趋于成熟。 你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体制运作下的一份子。举例，初级教育的受教权，既是你跟社会资源关系上的幸运性，也是你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必然要参与的义务教育。你没有权利抗拒这个必然存在的体制加诸于你，哪怕你住在偏远的山区，你都不能是文盲。再举例，当你被父母生下来之后，你就是父母的小孩。 你不能在成长的过程里，因为父母对你怎样不顺你的意，你就能够切割这个在人伦上的事实跟称谓。终其一生，你永远是你父母的孩子，就算你的父母已经离开人世间了，父母永远在你心理上成为你心里的内在父母。终其一生，在心理上，你永远有个内在小孩，会影响着你在面对生活里各种形式的现实考验跟淬炼，而这个内在小孩。 就是原先你与父母的那个人伦关系的事实所形作出来的既有的模式，那个框架就是你的父母在生活上对待你的方式里的那个父权跟母权所架构出来的。再举例，作为一个上班族，你的领导就是你必须服应的职场上的权威人士，不论他的领导能力是怎么样，是在你之下或是在你之上，都不是你跟他互动的关键。 因为在组织的既有的职掌的架构里，领导的社会位阶就是比你高一阶。你除了服应领导所交派的工作任务，你没有说不的权利。就算你私底下牢骚一堆，可是，在面对考核升迁，你只能乖乖就范，除非你说老子或老娘不干了、啊。 第三个呢，就是时代潮流的变迁所带来的变化跟革新。只要你是二十一世纪的地球公民，你没有权利不去面对地球暖化所产生的种种生态改变的事实。当澳洲的森林大火燎烧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住在上海、北京、广州，或者是加州，距离澳洲森林大火千万里之远，跟你有啥关系呢？那你就错了。 地球上空的大气层没有国界哦。蝴蝶效应说的就是北京的一只蝴蝶的翅膀拍了一下，可能会影响美国华尔街股市的道琼指数下滑哦。因为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蝴蝶效应 （butterfly effect），说的是在一个动态系统当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能够带动整个系统长期而且巨大的连锁反应，是一种混沌的现象。 蝴蝶效应在馄饨学中也常出现。资料来源是维王路维基百科。再举例，当二零二零年第一季的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不也是全球都爆发的疫情吗？有谁能够说我不在这个疫情里呢？这种来自时代当中所发生的突如其来的、人们无法预期的颠覆性的变化，搞得人们生活大乱的情境，不也都是我们要参与的生命风景之一吗？ 在疫情的风暴对健康的威胁之下，人们无不翘首期盼疫苗能够被研发出来，或能够从传统的古老中医里面找出跟新冠病毒和平共处的治疗方法。这些不论是来自于西医实验室里的抗疫研发，或者是说来自于古老传统中医里找到的治疗方法，如果被证实有效。 不就是地球上的全人类又再一次的以人类的高等智商来跨越致命病毒的死亡威胁吗？而你我不是都参与其中吗？谁能例外呢？第四种生命风景是时代集体层面的灵魂扬升跟沉沦。不同的时代呢，有不同时代的集体氛围，就好像满清末年曾经有过的鸦片之毒，曾经荼毒了多少的中华儿女们，成为世界列强侵华的祭品。 萎靡不振的社会氛围跟事实，让统治了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最终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武昌起义之下，成为走入历史的旧王朝。虽然生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没有参与那段历史，但是我们的先人们曾经走过那段历史。二零二零年，我们强烈的感受到新冠病毒以肉眼看不见。 但一出门就心里毛到不行，要戴口罩，回到家要先喷消毒液，要洗手，要换上干净的衣服等等的防疫措施，不也是我们在二零二零年所要承受的时代集体氛围吗？有的人不幸的死于新冠病毒，有的人免疫系统好一些的，在得到世界的治疗之后康复了，有的人忧心惶惶，生怕自己已经确诊了而不知道，有的人硬是不觉得自己才不会那么倒霉。 不遵守在家隔离，还到处啪啪走。面对同样的疫情威胁，在享受了政府给予的公共卫生跟健康的照顾福利，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结果，或不同的道德修为，有不同的行为展现。这些都是人们共同演出的时代集体灵魂的扬升跟沉沦。在疫区或者是医疗院所的第一线，医护人员所展现的是。 人性的灵魂扬升，而趁乱制造社会祸害的人们所呈现的是人性的灵魂沉沦。不论是人性的灵魂扬升或人性的灵魂沉沦，我们不都是处在人性的灵魂扬升跟人性的灵魂沉沦所交织出来的社会集体氛围吗？而这个社会集体氛围，小至住家的小区，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第五种生命风景是。 时代集体造作的毁坏跟重生、成、住、坏、空这四个不同的阶段，它所形成的人事物的毁坏跟重生，永远可以套用在个人生活里的不同面相，也可以套用在社会、国家跟时代的集体生活里的不同面相。二零二零年疫情期间不幸确诊而且病逝的人们，就是这一生的肉体生命的毁坏。 如果相信有灵魂的人们会说：“愿这些人们灵魂得以新生。”在疫情的威胁之下，等待疫情过后，我们再回顾这一段的时候，存活下来的人们在心境上必然都仿佛经历过一场死亡的威胁；在生活上，人们也都不得不承受因为疫情让全球的国家跟社会的经济运作以及生产活动大受冲击、财物毁坏的事实。 上班族原本每个月可领到的工资，可能成为了不确定的担忧；自由业者领教到的是按原线，说明天到底会怎样呢？产业面临的是停工跟复工之间的断裂损失，人们所承受到的，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社会以及全球，林林种种，既有一切利益的毁坏。人们不都期待疫情过后能够新生吗？所以。 只要你活着，你都必须跟生命风景、自然会存在、跟发生的时代集体造作的毁坏与重生共处，没有人可以例外。另外，每一个人的生命表达上，如果把生命的主体层次再往灵魂层面去探索，不也有所谓的灵魂要演出的、灵魂要参与的五大生命风景吗？所以，听课的你，听出生命本身的繁复吗？听出生活本身的复杂吗？ 有五大人格能力，又有非观人格能力，喜欢与否的生命风景的五大元素，又有灵魂跟生命风景所交织出来的种种情境跟事件，真的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哦。活出睿智跟美善的生活智慧这个系列的学程，是真妮佛让学生们逐一学习的课程内容。在课堂上，真妮佛就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诚心做教导。 帮助学生们活出睿智跟美善的生活智慧。珍妮佛在专业上的认知，就是珍妮佛用来服务个案们、帮助个案们活出睿智跟美善的生活智慧的知识底蕴哦。喜欢吗？是底蕴哦。